查理先生，你好，查理先生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应该想到在外边等罗小姐的一定是你。怎么，查理先生，这不可以吗？谢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莫里亚女士啊，敌人利用的就是你们的善良。我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，这群魔鬼竟然打着天使的旗号来做坏事。但是你们还是及时的发现了问题呀。是的，您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<笑>好，谢谢你。不用，谢谢您的谢。小王，到，送客人。 哎，是，行，快点，哎，多少下了？快一半了。 袁家胡同三号是不是你带人搜查的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纰漏？这帮老婆子真狡猾！我们检查了小楼，没想到他们在院子里还有机关。那个地下室根本就不在小楼底下，是个专门修建的秘密仓库。我现在不想追究你的责任，但是你想想，200斤烈性炸药，那炸了会是什么样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 我现在得马上向市军管会和北京报告。这个炸药，你马上派人去追查，刻不容缓。是，局长。 好，就这样。谢谢两位同志。 老板只要写100张药，就剩下的要送他。到前台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是。嗯。行，段队长，一切顺利，查到了不少物资。好，清理好现场，你带人在那守着，会有人跟他联系。 我马上过去。好。喂。啊，孙局长。对，正吧。你说什么？天津的特务组织从地下室取走了近200斤的烈性炸药。 约200斤炸药，天津已经向军委会做了汇报，已经采取了措施。我想，天津离北京比较近，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。孙局长，你这个电话来得很及时啊！我们刚刚破获了一个特务组织，他们的行动很可能和这批炸药有关。 同志，啊，你看到一辆大卡车没有？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前面左拐，一直走。哦，谢谢同志啊，没事。
老板接到电报，任务取消。这不是瞎折腾吗？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。幸亏是瞎折腾一回啊！咱们的北郊仓房已经被公安局给查到了，那里的炸药全部过去了。另外，北京那边也出事了，我还担心追不上你。 张先生，哎，忙来了。哎哎，张先生，请留步。有什么事儿？有事我想向你讨教。啊，那屋里谈。哎，别，咱别打扰太太了，咱就在这谈，好吧？那有什么事儿，你说吧。张先生，我知道你在生意场上这个路子广啊，解放前呀，我是做那杂货生意，没赚什么钱。后来我赶上不批了。 正赶上北平的形势紧张，我就把存货和铺盖都盘出去了。哎，当然了，我也下了后悔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帮你的忙，把铺子和布匹再盘回来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听说你是做那个陶器生意的哈？啊，你是想做我们公司的陶器？那倒不是，我呢。 新来的杨先生，你能不能别在他面前嚼舌根呢？我就是跟他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闲话。那他说什么呢？他就是试探的问一问我们公司的瓷器，他想做，我拒绝了。他也算是有心计。是的，不过还算是有分寸吧。 你觉得他像做小买卖的吗？他就是一做小买卖人呐！你看看他那眼神，说话，见缝插针的小心眼儿，活脱脱的就是一买卖人。我倒是想，要是能找间铺子，合伙跟他开间这铺。 事儿，以后我不能专门伺候你了。怎么了？队长给我加了个任务，要让我盯那个孙邦强。好事啊，这样我轻松了。什么意思呀你？临时的。哎，孙邦强是谁？鸿盛公司的董事。鸿盛公司。 去来了，不对，这个罗金华怎么还有另外一张面孔啊？糟糕，我和他的。
距离太近了。怎么办？我太大意了。只要他再朝这儿瞥一眼，我马上就会报。昨天还是在找工作的大学生，今天突然就开上了汽车，这怎么解释？哎呀！小姐，哎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人不舒服吗？头痛？牙痛？我跟你说，前面那边有一家医院，你可以去看看的。对，在那里。要不要帮忙？我带你去吧。真的没事吗？记得去医院看看啊。露馅了？不是，今天我去东城区搞外围调查，在车里，我突然……哎呀，你放心，这点钱我出。哎呀，那你快点，那你好几个。杨先生，小两口挺亲密的嘛。你罗小姐，你可别这么笑话。要出去逛啊？哎呀，我们哪有时间逛？我们是看铺子，我们得吃饭，不能和您比。小姐怎么称呼？你不给我介绍介绍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女朋友姓米，米小姐，这是罗小姐，我邻居，在大院你见过的。米小姐，有空上我那儿坐坐，我们聊聊啊。还不好意思，真可爱。杨文祥的吗？杨文祥，我不找你，我再不找你，你们俩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吧？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怎么说话的？我怎么说话难听了啊？你一竿子把我支到山东，你跑这儿，你来风流来了，我到处找你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三姐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我给你解释啊。我不听解释。你先跟我说，他是谁？别管，小米，快走开！小米，小米，哎，放
思阳，你让我找的好苦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呀？先不说这个，你把衣服脱了。干什么呀？把衣服脱了，我看你受伤没有。没事没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打了几巴掌，不怕。继续找，继续找。你这个娘们儿怎么这样？咱离婚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咱离婚了以后跟原来不一样了。以前呢，咱是两口子，现在离婚以后，我不是你丈夫了。跟你没关系了，知道吧？那离婚了，你也是孩儿他爹呀？你凭什么不养孩儿啊？你在外面养个狐狸精？不行，得让我说清楚了。哎，你们大伙儿给评评理吧，你们心里丢什么？哎呀，你让我进屋说，凭什么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惊扰大家，对不起，罗小姐，对不起，罗小姐。没事儿，有话好好说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咱们能不能不吵了呀？啊，老这么吵，影响人街坊邻居，我在这儿怎么做人啊？咱们下面商量事儿好不好？不吵了。三妮儿，你怎么找到的我？你怎么会跟到北京了呀？你怎么姓杨了？这还不明白？工作的需要。哼，那天我看到你，我就一直跟着你，跟到现在。那天是哪天呀？是我和老鬼交火的那天。还有哪天呢？我就是那天瞧见你啊。我后来想明白了，老鬼他们是跟着我才找到你的，在家门口啊蹲了个小特务，我以前没留意，后来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想先把他们甩了。我在你那个大平房外，我动了一宿，你来北京，我就来北京了。我问你，你保证没留意吧？那是肯定的呀，那我是谁呀？你看把你能的吧？哎，你不信呢？我能着呢，你也不看我天天跟谁睡觉。哎，我要是没留心啊，那就没防备。一旦我留心了，谁都跟不上我。哎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呀！你说说啊，我这天天在北京围着你转悠，你发现了吗？我确实没发现，三妮你真长肥。是是，我服了。没见过肥猪肉，我还没见过肥猪跑呢。好，我把刚才事给你解释一下啊。你甭解释，说多了没用。你就告诉我。那个女的是谁？我工作上的一个同事。你真的跟她没事吗？怎么说话呢？我们是同事，在一起工作，那有什么别的事儿？你真的跟她没事儿啊？思阳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真有什么外心，我把你的狗肠子我都掏出来。你别再叫我思阳，思阳的文强，我现在叫杨文强。忘了这茬了。三妮，你可不能怀疑人家米小姐啊。人家可是一个姑娘家，清清白白的，不一马成什么样子，连生孩子话都喊不出来。我这还是好听的呢，我要把卷大街的话都骂出来的话，他得找地方钻进去。不允许，不能这样。那我不是有气吗？思阳，我看着你跟他那块黏糊，我心里特膈应。我理解，我理解，我理解。三娘，你应该相信我呀，我是你男人。我们俩生生死死都闯过来了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啊。那倒是。说说老家的事吧，咱儿子怎么样？哎呀，我都吵渴了，给我倒点水喝吧。活该，像你刚才喊的。来，给你泡杯好茶。你对这十分危险、危急的情况，城市工作委员会会当机立断的请求。城市工作委员会分危急。
又酷，多大？还是个战士。说吧，陈思阳又怎么惹着你了？陈思阳有媳妇儿。孩子都五六岁了，没有老婆怎么会有孩子？哎呀，不是那样子。那是什么样的？他媳妇儿打上门来了，他把我堵在院子里，他骂了一顿。三妮不是去了济南吗？怎么会在北京呢？她在北京，就在东大院呢。这个陈思阳搞什么鬼？三妮在北京会给侦查工作带来危险的，把陈思阳撤回来。打进去了，而且已经展开工作了呀。他出了问题。街道的代表呢，他就是不放心你，派我回来保护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娘派你来保护我？是啊，娘说了，现在全国刚解放，社会上乱，她不放心你，派我回来好好保护你的安全。哎呦，你都跟我娘胡吹什么了？我娘派你来保护我？我没有胡吹，就是有一次一不小心说漏了，说你工作有危险，她就不放心了。你这个嘴就没点把门的，你这么说我娘能不担心吗？那我还担心你呢，在天津找不到你，我都快急疯了。现在好，终于把你抓到手里了，我得跟着你啊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娘交代呀？你这都什么理由啊？这就是老娘们的理由，自己的爷们儿就得搂在怀里护着，不能让他出事儿。再说了，你说你那个气管过敏的那病。我老不在你身边也不行啊！行，我不跟你抬杠了。哎，这不你见着我放心了吗？我是不是挺好的？三姐，明天你就回去，不能回天津了啊，直接回济南老家。我不。小妮儿，你以前一直听我的话了啊，这回怎么不听了呢？我现在工作任务非常重，你这你要留在这儿，什么你走哪儿我跟着哪儿，你不严重影响我工作吗？我不影响你，我有我的方儿。我今儿实在是气不过，我才打上门来的。明儿我去消失，可是我也不会走太远啊。我在看得见你的地儿待着。三妮儿，干嘛？你必须离开北京。你这话等于没说，我不会听你的。情况就是这样的。嗯，你说罗静华敲了你的窗户，你还和他说了话，你暴露了没有？没有。你敢肯定？肯定。我当时化了妆，还戴了墨镜，我装牙疼，用手捂着脸，我觉得。没认出我来。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，不能跟踪熟人，这是起码的常识。我没跟踪罗金华，也没跟踪孙邦强。我去东城区是搞外围调查，摸一下宏盛公司的材料。我突然碰见了罗金华，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太近了。都是我的错。把周围的工作仔细检查一遍。我不是让你做检讨，遇到情况要客观对待，你冷静地想一想，
你暴露了没有？暴露到什么程度？啊！不要打草惊蛇，这是专案组给我们侦查分队制定的最高原则。可你们倒好，陈思阳那边出了事儿，你这边也出了事儿，而且犯的都是低级错误。又哭。几件事你都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。你呢，可以暂时住在那家，但我不给你信儿，你不准过来啊。嗯。还有，别要问起你和我的关系，就照我教你的那些话说。我欺骗了你，和你办了离婚手续，可你没离开我家，带着孩子跟我娘一起住着。听明白了。那个还有，这事暂时这么办，今后怎么安排我得请示领导，领导做了决定，你我都得服从啊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了，那你回去吧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坏你的事儿，甭信不过我。小薇啊，你到东城去，把这里的单位、学校、商店。居民的情况都摸清楚。是，去吧。罗金华到东城干什么呢？喂，哦，孙局长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好啊，端掉了。我说的呢，我这边没动静，感情你们已经动手了，祝贺你啊。什么？还有上百斤的炸药没有着落？明白，有情况及时沟通。对不起了，张先生，对不起了，罗老太太、罗夫人，我那离了婚的前妻没文化、不懂事儿，惊扰了你们，在这里我向你们赔不是了。进来。罗小姐，对不起了啊。别再嚼那些舌头根了，听了太多遍也没意思啊。是是。我跟你说过了吧，浪漫可不是好玩的。瞧你现在玩过头，露底了。罗小姐说的极是。你这个人看起来谨小慎微。可能跟老婆吵个架，还要到邻居间去走一遭，登门道歉。但其实啊，我其实是什么呀？你爱拜明小姐。那，你是不是跟她说你是单身呢？我已经离。得了吧你！你知道我见过多少人啊？我见你一次我就。你的那一套啊，用到别的女学生身上去呗。我姐夫还说你是个本分的人，真是瞎了眼了。哪本分？一肚子花花肠子。
再见，罗小姐。你再见，罗小姐。哎呦！恭喜恭喜，照顾好你的太太。红啊，哎呀，对不起，红啊，我前妻啊不懂事儿，惊扰了你们，在这里我给你赔不是了。算了算了，杨先生。哎呦呦，对不起，李太太。算了算了，杨先生，我们都看出来了，你也挺不容易的。你跟你太太真的离婚了？是，离了。哦，那有小孩吗？有，我儿子都5岁了，我前妻看着呢，都在我老家呢。哟，他还没离开你们家呢？是，没有。这离婚没离家，这算哪门子离婚啊？你病刚好，不要管外面的事。他说话就这样，一阵糊涂一阵明白。我什么时候糊涂过了？大夫说了，说我有喜了，改明儿啊，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那这是好事啊，给您道喜了啊！给您道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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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喜。进来，进来。朋友，进来。队长，东城区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块。您说的那个地方是个居民区，那块有一个学校，一个妇幼保健站，还有一个什么公司的机关。啊，小薇啊，哎，坐。哎，苏斌，嗯，你也过来看看。是。学校，这是街道，爱国卫生委员会。哎，队长，你看这是哪儿啊？是机关吗？小薇啊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是一个基础的群众组织，哪个街道的？体育俱乐部？那儿还有体育俱乐部？街道介绍的，我去看了。其实啊，就是一个大点的平房，门口有一个操场，过去就是那些练摔跤跟杂耍的人聚集的地方，现在都没什么人。您不是说越仔细越好？那块的单位，包括居委会，所有的全都在这儿。那是个居委会，没有社交场合。罗金华是个交际花。他出现在那儿不正常，我们就是要从这些蛛丝马迹里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线索。你们两个把这些资料仔细地研究一下，我出去一下，下午我听听你们的看法。三妮来了，是，直闯东大院。他们吵了起来，闹得大院的人都出来瞧热闹了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：第一，三妮怎么到的东大院？你是和她什么时候联系上的？我怎么可能和她联系呢？临解放的时候，我把她跟孩子打发老家山东去了，当时她不愿意走，我说等天津这边安顿好了会去接她。后来你派我去了孙局长那儿，我考虑工作的特殊性，我没让他回来。再后来我去了北京，工作任务更重了，我更不可能让他回来。这么说吧，在这一大段时间里，我没给他写过一封信，也没给他捎过话，没有任何联系，他还以为我死了。我问你，他怎么来的北京？哎呀，我也是这次见面以后才知道，他回天津找我，找不着我都快气疯了。成天是查铺子、找旅社、找茶馆的，没找着我。后来我和孙敏去天津执行任务，再一个我熟悉的早点摊吃早点，被他发现了，他
他正想和我联系，我们一回天津特务分子遭遇了，没联系上，他就悄悄跟我来了北京，就住在附近。他跟踪你，你没有发现呢？我还真没有，三妮有这个本事。他没有带尾巴吗？没有。你怎么肯定没有带尾巴？如果周末派特务跟踪他，目的是为了杀我。如果这些人真的跟到了北京，我周围不会这么安静。第二，三妮的突然出现，你估计这件事情对我们侦查工作有什么影响？我觉着未必是坏事。你还认为是好事吗？有可能会变成好事。坐，思阳。说说理由吧。三妮来的突然，我和孙敏都没有准备，可三妮她有准备啊。她这段时间一直在琢磨我和孙敏的关系，也在琢磨我和周围人的关系。她拿捏的不错，孙敏反应很快，叫我杨先生。三妮马上顺过来也跟着叫。她在大院扮演了一个没有文化、不讲理的悍妇角色，没有露出马脚。你是说她在演戏？有演的成分，但也有女人妒忌的成分。差点大打出手，但他还是考虑到我的工作，也可能猜出苏敏是我的搭档，他顾及到这一点，没有把事情做砸。我反复想，我的工作条件没有变坏，反而朝好的方向发展。这事发生以后，我挨家挨户等着道歉，这也符合我一个小商人心理和做事方式。我发现，重点人罗金华对我的戒备有所放松，这对我走进他们提供了可能。道理很简单，一个有媳妇的人还去勾搭人家女大学生，这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能做出的事儿，所以他们解除了对我的怀疑。最后一条，三妮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我得听领导了。三妮很固执，有天津女人我行我素的习性，我劝她回山东，他执意要留在北京，不过我已经跟他交代好了，编好了我俩的故事，暂时不会出事。但从长久考虑，还是把他送回去。你的意思是要我做三妮的工作？只有请领导你亲自出面了呀。不过三妮呢，具备基本觉悟，他应该会听你的命令的。思阳，你觉得你和苏敏的戏还能演下去吗？能。三妮这一狡猾，我们俩的戏啊，比前段时间反而更好唱了。